上什么祝福吗？嗯，就希望他可以好好的认真在一起。喂，那红包的部分嘞？我妈就尽力而为，毕竟现在情绪不好。我男朋友，尽量陪我。哇！那你什么时候结婚？没什么时候换。当然，你什么时候？你们的问题也太难了吧！有没有计划？有打算吗？见识一下，有吗？嗯。当场求婚，当场求婚。还没。会在一起到最后吗？会在一起到最后吗？我们吗？对啊。问的问题很难回答。我尽力而为。两个人有结婚打算？看他要不要求哦，我们是蛮顺其自然的。你们大概在一起多久？现在哦，一年半。那还是不想先有后的。我们应该暂时没有要生小孩的打算，因为我们两个还想要去很多地方玩，潜水啊之类的。对，谢谢，谢谢。